多久？应该是说我们从小时候就都木兰你爸爸工作的一部分嘛，为虽然出席搞清吧，所以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帮忙在做香装香啦，不是说做香而已，也帮收啊跟农林那些村的还是有接触啦。但如果真的碰到手的话，应该算是国三到高的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从你以前到现在已经制香20年了嘛。那在这中间有没有所谓的心得？心得有啊，就是爸爸走之后哦，你才知道要做一个事业是相当相当的难哦，因为你要去面对很多客户群跟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厂商啊。然后最欣慰的哦，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些产品哦的一些价值性，而是以前爸爸留下来的一些经典的话语，咖喱这一年，咖喱安那这了哦。比方说，我今天东西我做错了，或者这东西我做失败了哦，他开头他只是问你说，你为什么会有失败的原因呢？要那失败哦，哎，你要记住你失败的哪一个小部落哦，你才会以后你才会成功。